大家好，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出一个关于猫咪知识的考核题。大家勤于给猫咪梳毛对猫咪有哪些好处呢？这个呢是一个多选题。 A 是预防毛球， B 是防止打结， C 呢是越长越快， D 呢是便于检查。给大家十秒钟的选择时间，大家呢可以把答案写在弹幕上或者评论当中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答案。答案呢其实是 A、B、D。 给猫咪梳毛呢，可以减少猫咪舔进肚子里的毛发，避免造成毛球症状，还可以呢避免毛发打结。梳毛的同时对猫咪的进行身体接触呢，也可以发觉猫咪的毛发皮肤是否有一些异常的情况。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三个，一个呢是内在的，就是防止它毛球症状在肚子里面。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它在外面打结，然后呢容易形成一些皮肤病，第三个呢，我们可以在梳毛的时候去自己去观察一下，看看它的有没有，就是皮肤上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毛发上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便于我们利于自己的检查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